有曾经过一个那个 Y， 在福乐斯 Y 的酒馆。那真的进去到酒馆里面还要付10欧，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欧洲比较有名特色的景点啊，那从这边可以爬进去他们的欧洲的城堡。不过真的这样真的是，你看，叫 crossing， 就从这个角度开过去一模一样啊，就这个角度对吧？然后努力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葡萄酒博物馆，就这个立马说了，对。然后这个目前保持在整个最完整的那个马赛克，就在这里，立马说了。全都是早期的罗马式浴场，底下都是用马赛克的瓷砖啊。那里面就是他们那个小最，目前是里面最大的罗马竞技场。你看，哇，其实我用360度这样拍啊，但是各有不同的一些的效果，就这样子拍。人不多了，但是就很悠闲。你看，稍微退进来，那他们也会有一个夏日的一个音乐会，也会在这个地方。哦，你看，这样就觉得很不错。你看，有人说我是格雷迪亚，就身为战士。但是这边那时候逛的时候，一下冷一下热。你看穿两件衣服，叫 public bath， 然后公共澡堂，这是属于公共澡堂。啊，他这个是皇那个公主在这边。然后这海边的一景，这罗马，Agora。罗马的一个柱子的部分，那边的海边，晴天的地方，什么花开得漂亮。那所以这边是罗马的歌剧院，罗马的那个房子，欧洲式的房子，它一个位置的遗址，大概跟你讲啊。然后要买门票，这门票4.5欧，那这个门票2.5欧，那就是还好，那就是找一个罗马柱子的部分。那这景点怎么找的？走到哪里逛到哪里，所以要慢慢找。那你要花时间，然后一不经意错过了。你看，其实这海边也很漂亮。那你要真的，你要看我那些影片，因为像你们上网，你自己到那个 Facebook 去登录，自己去上网就可以看到。那台湾人现在在塞浦路斯也有，听说有100多个啊，100多个在塞浦路斯。你看这个战船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海边的一个 castle 的部分，在南法也会稍微介绍一下整个海边的。一些特色 ，ancient pubs， 啊，这个帕布斯，在整个吃饭的餐厅，啊，但是这是整个帕布斯在过来这边一个城堡，那它就是怕一直破坏，它就盖的高架部分，那慢慢在走，所以那时候走的时候比较，这个教堂我也蛮喜欢的，后来真的进去，然后 donation 1块钱欧元给他，然后这 pubs， 然后就。慢慢逛逛逛，然后就住在，我就住在这里，3月17号就住在这边。哦，这个补的，我说，哇 ，your breakfast？ 他说 ，no，dinner， 他的晚餐，不是早餐。那如果夏天的时候还蛮漂亮，他就坐在这里，老外那边平均都是，他说跟我讲，柜台跟我讲，大概就住2晚。然后就你看，可以买瑞外的，没有开车。然后再带来到机场，那机场还不错，你看，但是你看到阿兵哥，是的，但是他没办法，我就偷拍，然后赶快去看看。那到机场你不要害怕，他的指标其实都还蛮清楚的。然后 arrival level 到了，到哪边确定，哪边登机，哪边出去，在普勒斯的部分啊，那大概就会有点印象。所以你看，我开车刚返回去，1小时49分，啊，那我就知道这个希腊的国旗。那我要自己空的时间，我要还车，然后还车完之后还要到机场。那我走过一些路，就是用老师的手机给他翻拍下来，让你稍微知道一下哦。所以这是历史的一些的记忆的部分，通通就是在这里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开灯。给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如果在
3月16号，哦，齐老师也都准备好，因为今天啊，要六月十六，6月16，哦，我们要讲一下这个。我原本今天要跟你们稍微介绍，真的会来，因为老师也把夏龙湾还有八卦那个亚洲的之星这个地方，哦，很漂亮。对，老师帮你们都准备了一些这个投影片，你看。新加坡要讲51章，有去过新加坡的举手，哦，那比较多了，哦，那就不用那个厦门湾去过举手，厦门湾，哦，然后6月16还会再介绍法国，有去过法国举手，哦，南法，哦，西班牙去过举手，西班牙20年去了，哦，南希希望在下礼拜的部分，哦，老师就把一些那个精华的部分，那你看这个刚刚有那个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金山的课程，因为他们结束了，所以我也把他们都介绍下龙湾也给他们，下龙湾也稍微介绍过，好，那就请大家在那个时间上，就在6月16的最后一堂课，哦，我们大家再来一起最后的生死结怨的毕业典礼，我们一起再拍个产品照一下，来，在主任师，对这边在前面先拍一下。Thank you.